Hey guys， 欢迎来到 Like My Sports。今天我们要做一个特别的事情，我们要鞋测。很荣幸 Under Armour 这次给我这个机会，可以开箱 Curry Flow 8，它是 Curry 八代。12月18号上市第一双配色是白金配色，这次拿到的是黑白配色，将在1月22号上市。收到这双球鞋的时候，我很惊讶，因为 logo 换得很帅，然后它叫 Curry Brand， 它是一个三分球的手势。因为 Curry 最强的武器就是三分球，还有 S 跟 C 的英文字母合在一起。那打开鞋盒之后，前头是黄色的一个配色，就是 Curry Brand 的主要的颜色。颜色上面的一个语言也代表着是喜悦、喜乐的意思。这次是我第一次打开球鞋，然后直接上脚实战给大家。我主打的位置是得分后卫小前锋，就是面框进攻的三分线外接球，然后突破之后分球。我也会跑一些无球的跑动。所以我在场上会有大量的跑动， Curry 这双球鞋会是非常适合我。那在看我实战影片之前，我会先跟他介绍一下这双鞋的特性还有新的科技。 How to change hoop shoes for good. Start with the problem. Get inspired. Bring in the basketball shoe experts. Aha, obsolete rubber. Call in the scientists. Discover a new formula. Have a breakthrough. Call in the guy who changed the game.Blow his mind, blow their mind. Well, it's gotta be the shoes. Yes, sir. 先给大家看一下这双球鞋。这双鞋它算是一个中筒的球鞋，有点接近高筒的。那鞋面用的是一个针织的鞋面，是袜套式的。侧边的这个可能是仿皮或者皮革的材质，整体是相当流线型的，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一块的色块。还有这一块色块会让这双鞋做任何颜色的搭配会特别鲜艳，特别强调的是它没有外底，就是大底，它直接使用中底直接延伸到它一体成型的泡棉的一个材质，它按下去的时候甚至会凹陷进去，是舍弃了传统的橡胶外底，铺入了中底，中底使用最新的科技 UA Flow 来让鞋子达到兼具缓震及抓地力的效果，因为它全中底化，让它的抓地力极佳，而且不会有滴滴滴的声音。以往我们在打球的时候都会以为滴滴滴、叽叽叽那个摩擦声音，它是一个抓地力的展现，但其实这双鞋很特别，是据说它不会有声音，但是抓地力极佳。这些都是听说的，我得亲自体验之后才能跟大家分享它为什么没有滴滴的声音，还有如此优秀的抓地力。完全没拿出来说，第一次使用啊。
在两个地方实战过了哈，我在永建国小还有浩宇国际，那我们都打全场。就是室内木质的地板。那首先我想要讲的是抓地力，抓地力的部分让我感觉是我近年来有穿过球鞋可以说是第一名的抓地力啊，不管是任何角度，我只要想要停的时候，它就能停。那个急停的力道是非常强大的，那你要很好的肌力可以去 hold 住，将近100分的评价。那再来是它在球场上的反应性，像是第一步在启动的时候，再来就是加速度的时候，我居然在室内的球场，我可以压肩之后，第二下踩下去是很用力的加速突破。在室内的球场，很多地方其实会有点滑啦，摩擦力再好的球鞋，有时候都会有感到一种无力感，就是你踩下去是很难加速度的感觉。你可以看到我实战的影片里面，我加速度是有力量的，然后我也可以。压肩之后，第二步踩出去又是一个全新的力量送出来，所以在反应性上面我也是给很高的一个评价。避震是还不错的表现，我可能给他70到80分，因为以往我穿鞋都是有穿有气垫的，里面会有气垫的那种回馈的脚感，它是会吸收进去的。那再来是在脚踝的保护，因为它有点是中高筒的假的高筒啦，上面是一个袜套式的，其实。严格来说还是算中筒，它这里是内靴，里面还有一个内衬啊，都真正包覆你脚踝的是里面中间这边。我在做侧向急停的时候，你们可以看到最上面的这个地方会有点空隙，但是实际上脚踝还是有包覆到的，因为里面有一个真正的内衬，所以我的脚踝没有特别的感觉。在脚踝的保护上面，我是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也是高分，但是还没有到满分，因为我目前只有打过2次，还不敢保证。包覆性肯定是一个好啦。其实我在做侧向的急停的时候，我是几乎是用全力。它这个皮革的地方粘得很牢固啊，它这边的缝线都是非常牢固的。我在做侧向急停的时候，虽然球鞋有点变形，我的脚是非常的保护的感觉，安心的。因为加上它这个袜套内靴的设计，还有这里的。鞋带的设计啊，整双鞋绑起来的时候是非常包覆你的脚，非常贴的。那透气度又非常够，我这边吸气或吐气进去，那空气就是可以直接透出来的。虽然这样有点脏，那整体上包覆性我也是给非常高分啊。那假设今天用10分来评这双鞋，我觉得抓地力就是10分，反应性也会在10分，避震性的话，我现在给它7到8分，脚踝保护的话是9分。包覆性的话也是9分。总结一下这双鞋给我的感受，一双后卫鞋吧， Curry 量身打造的。 Curry 要大量的跑动，要 catch and shoot， 又要突破，在场上要很灵活的去穿梭自如，非常适合我们这种比较轻盈。它在加速度啊，第一步的展现让我是印象深刻，很少有鞋子第一次穿的时候就会有这么好的一个感受。因为使用中底的关系，让它的整双球鞋变得很轻，它的重量不到300公克。那这双鞋的抓地力是给我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体验，非常棒。它急速移动就是急停、加速、变换方向、二档加速、爆发，这些表现都让我非常惊艳，可以说是吓到。所以我在场上一开始穿的时候，我还一直在尝试吸收，让我身体、让我的脚去学习感受这双鞋子。它是说停就停，在场上要专注，肌耐力要 hold 住，学着去适应它的一个抓地力跟反应性的部分。突破的时候，我感觉好像我年轻了几岁，那个一踩下去就可以冲出去那种感觉，得自己体验才知道。撇除了功能性，我最喜欢的是它的外形还有配色，蓝色啊、黄色啊，所以我非常期待未来发出的各种配色。这些色块实在太好做搭配了，各位穿搭控你们不能错过。以上是 Mike 的鞋评，到这边希望你们会喜欢，也谢谢 Under Armour 给我这个机会可以体验这么棒的球鞋分享给观众。如果有什么疑问的话，欢迎留言让我知道，或是私讯我的 Instagram。 哦对了，因为这次有跟 Line Mike 合作，我们会做出一个抽奖文，会送出一双 Curry Flow 8给幸运的粉丝。那至于是什么配色还不一定，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活动办法我会放在下面叙述还有留言处。喜欢影片的话，记得订阅 Line Mike Sports， 不要忘记按赞、订阅、分享。 Peace out。